我叫刘诗诗，她叫蓝蔷薇，我们是同事，不是朋友。诗诗，那我跟你讲一个东西。讲。你懂，很多人说美女都像一幅画的。然后呢？我觉得你是相反，因为你没有想法。刘诗诗，你在吃东西啊？你瞎啦，不然呢？哎，我问你啊，你怎么桌上这么多饼干啊？你懂哪一个饼干最好吃？哪一个？我们的心。诗诗，你知道刘德华的鼻子叫什么鼻吗？叫什么？叫鹰钩鼻。那你知道你的鼻子叫什么鼻吗？什么？你是我 baby。一个长的，一个短的，你要听哪一个？长的。长的要用一辈子跟你讲。短的。好呀。